第三天早上，昨天吃的干燥饭。今天的行程是从白石池走到白石山，换了一次对木池。找不到可以大便的地方。早上起灯。白石池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对，今天草全部都结霜了，然后晚上放在帐篷外的鞋子也结霜了。今天很冷，然后风也很大，然后要走到白石山。今天是水的富翁，第二天因为都没有水，所以那个行进健身喝了300cc 的水吧。白石山山顶，妈呀！百步爬山，好，拍吧。好，你再上去。冲啊，阿杰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他走不动了。被骗。哦，你在录啊？对啊，跑起来！在路上。超级早。每天就像鬼一样在爬山。很好。真的很漂亮。超陡的。里池好像是从这里，然后一路流到花莲的溪。万里池，超漂亮。我觉得是我目前来过最觉得最漂亮的地方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好像在海边哦，觉得下次一定要来这里游泳啊！超美的啦，超美的，太开心了。这几天来最开心的一个 moment 啊，真的很漂亮，心情很好。下到万里池了。超美的，发生悲剧，刚刚直接跌到水坑里 ，GoPro 直接栽进水里。可是 GoPro 不是本来就可以防水啊？它只是有麦克风。麦克风可以进水？也应该也是防水啊，只是它这个海绵。对啊，现在可能变杂音。我们来休息。在这里等你，你已经不见了，超有你。我们不知道你是在前面走太快，还是在后面迷路。对啊，应该是豚鹿池。豚鹿池，超级美的池，超级漂亮，干净的池。对啊，超漂亮的。为什么有些这么黑，有些那么干净？不知道哎，听说这里是水鹿最多的池，就叫豚鹿池，半夜都一堆鹿，现在睡觉。为什么你背了什么空山镜然后都没飞？
因为风很大，然后走不动，好可怜啊，因为飞太重了，多练练好了，都在赶路，delay， 没有时间停下来飞，好可怜，太弱了，好可怜啊，以后不飞了，飞也不会拍，你教嘉欣怎么飞好了，好，对啊，嘉欣刚才等了一个小时了。沉默妹子，大家要走到三叉营地。哇，捡到宝！送碎电小天使。我本来不想拿这个的。你怎么这样子？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用。那匹人对我来说没有用。我刚吹哨子，他回头看，然后就继续走了。完全不想要等我，拿回他的碎电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完全没看到。好了，待会取回吧。请帮我塞。我不会塞，自己塞啦。你前是三年。到了三叉营地，超多人。到了营地，请问嘉欣呢？到第二遍。太快了吧！去能。安东军山的路上，那里终于遇到嘉欣了。快，快看看，我让座位置给你。哦，Hello，嘉欣。嗨，走一半了。累吗？累。哎，最后一里路。里路。Go。时间，往第二列寮的路上有很多多神路段，沿路要一直抖抖抖，滑滑滑。现在是走一个溪谷的地形，觉得很酷。在森林里穿梭了超级久，好像到了一个很快进入。你还好吗？第三天的路程其实好像是所有天里面最累的，但是因为到一定的路上都在下切，所以好像又还可以接受。然后今天的营地也有活水源，在体能的消耗上面我觉得好像跟第一天差不多。第 N 次渡溪，太多人乱丢垃圾了。他的捕鱼没有到了，都是凉凉的森林，终于要回家了。巴士到九一，剩下700。爬到有没有发现我的小米手环飞了？昨天还是前天已经掉过一次，看来该掉的还是会掉。在去回家前，先在这边取水，种的水上去，水很干净。到了今天的营地，第二列寮，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泡面的香味，超级香的。腹部也没有很大的烟味，臭的我鞋都要。还好茶香盖过了。对对对。终于看到嘉欣了，今天一直没有遇见，只有遇见过一下子。另外有个朋友还没看到他，我叫他干贝好朋友。
为何？因为我们一起吃一个协助的干杯。真的啊？协助刚好剩两颗，可能就对。剩太多吃的了，温暖的家。冷脸又咳嗽。嘉欣，这天心情怎么样？今天明天要出去，我超想家。超想家，我想去的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不错啊。几天没大便？两天了。两天啦。平均几天没大便？要第四天吧。哈哈哈哈。喜欢哪一段的风景？哦，今天很漂亮，白石太白山，好美，好冷，快死了，但是好美。那平均好美。你最喜欢哪里？湖那个什么，很多湖，我就觉得湖都蛮美，那个那些池都蛮美的。我最喜欢万里池。然后对万里池，万里池超美，万里池超美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对万里池，就我一定要在那边吃东西。好冷哦，我下次一定要来游泳。好冷哦，游泳。我朋友也说要带泳衣。对啊，是超美的。那姐姐喜欢哪里？白石山之前。为什么是整个那个早上一片雪白？雪白大地，好美。对啊，屯路池其实也不错。屯路池也不错，一堆池都超美。因为爬到今天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忘记昨天爬了些什么。哦，对啊，真的很有意思的。对啊，然后那个卡那个能高主峰是前天吗？对，我完全没有那个卡。哎，昨天还前天。卡赫尔山跟能高主峰。第一天干嘛问我？第一天干嘛？第一天我自己有去天池三洲，其他都可以。我第一天空峰嘛，那个是吗？有一段也蛮漂亮的，就是上门高速，有点忘记了，然后就很多白白的。对，上门高速我去。对，能高速我觉得超美的，天气超好。然后到大陆池，直接拜拜地步，山谷飞去。所以你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你地步。哎，我也掉东西了。而且小米手表就啊，真的吗？它不好还是掉了？它还掉了。我刚才走下来的时候就看，哎，我手怎么空？哦，是今天还掉的吗？对，刚刚掉了。哦，下来的。那你就得换这个伽马了。伽马，换起来。伽马，那有理由换伽马。你叫伽马？那叫什么？伽米。伽米，伽米。你刚才跟着笑。你最难忘的事情你。跌倒吧，跌倒，直接那个跌倒跟迷路，对，啊迷路吧，迷路最那个。哎，跌倒还会因为背包跌倒的时候人先跌，然后那个背包的时候还会再把你往下拉。哦，你有到头栽不是吗？有啊，我也是啊，可怕，就背包也会把你往下拉。对啊，所以那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最难忘的事情，那个风很大吧，把帐篷吹坏了。啊，天哪，这一天，可怕。气候等级，雪是零，水是零，然后呢，风间增加一点点，然后雪是雨应该是蛮超多，一直下雨，超多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就是夏天超容易下雨。我真的，有那么多，你最喜欢哪一座山？我不知道，都蛮喜欢的啊，每个山那个不一样，特色不一样。那最印象最深刻？白石山吧，因为早上爬过。最有成就感，然后最有成就感，见你王哥，对对对，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好无聊的访谈哦，剪掉。有趣一点，有趣一点。受蒙了。你要先塞好啊，又没有塞。最后一天早餐，先不吃。睡太多了。咦，精神发炎。我昨天就睡不着啊，睡不着，熬夜。前几天睡太饱了，熬夜那边修图。真的，难怪你修图。然后我还吃宵夜了，好无聊啊！我吃宵夜然后修图。这是时间管理大师，一下子快速出图。好强啊！平常不一定会这样啊。刚好熬夜。那你几点睡？后来好像12点1点。哇，真的是熬夜。下到溪谷，第一次过溪。歪倒才有机会。脚会湿掉吗？拜托不要，我只要鞋底湿就好。
路小姐，看出路天使。有没有故事？没有拍到你的跳啊？没有，然后跑酷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出来到河床西床，要回家的路，舒服。哎，这边是不是很深？过不去，感觉这里耶，顺利渡心。在看着干嘛？在擦干我的脚。沿着万达西路一直走，很漂亮。在找什么叠石之类的，不然就要过溪。不确定，没有看到叠石，有可能过溪。很酷的石头。直接踩出登山口没有？可以可以。从溪谷出来了，现在走。今天多了一些什么？排拉面店。神奇的决定。Hello， 阿杰。Hello。等待的时间怎么样？好漫长。你从哪里来的耶？哇，你太远了。我在悬崖旁边，可怕可怕。这是木梯，好湿的路。一个上坡。第二月里点，最后一个上坡结束了吗？对，最长的。阿乐平，太棒了！这样都抖下，蛮抖下的。你鼻子怎么红红的？晒伤吗？还是这边？不是，里面有一点鼻血的感觉吗？那有可能，因为我刚刚这样。我是有老板的啦。你是老板。最后一 K 的林道，觉得很舒服，然后也惬意，终于要回家了。这几天觉得第一次走这么久，感觉还行，很开心。可是每天天气都很好。还要去吊桥，这里没路的感觉啊。它是一件薄的挡风的帕塔哥尼亚，不是车带啊。就是带一下，对。可是腿不一定是。哇！你还说什么？哇，出来了！哇！拍张合照。好。回家喽，喝饮料，吃早餐。嗨，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最后的大魔王，现在是一个400多阶的阶梯，终于出来了，阿弯达。出来了，赞哦！换衣服，换衣服，耶耶耶耶耶耶！没有，今天要穿得漂漂亮亮，化个妆。
拍个完美照啊！我们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子脏兮兮、臭臭的。那你开车到这边，就直接住在这边五天就好了呢。五天，干嘛从那么远的地方绕过来呢？为什么？终于回到车上了。刚刚这个吗？没时间。方便吗？上面就厕所是吗？但是在说什么？我们突然想说，怀念山上哦。你才下来多久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就说，我刚明明就超想回家。对啊，好疯的队友啊！我好疯啊！这个温度好不习惯。你喜欢很冷的地方？好像是，但是还有暴风很大的地方。真是太冷，又觉得该走到家了。好，可以回家了。对啊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然后你的背包。回家。